妹，看这里，来给观众们打个招呼。观众老爷们，晚上好！今天我们来探秘传说中的凶宅。我们啊，为了今天专门下了那个传说中的 app， 就让我们来检验一下那个 app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吧。Let's go！丽丽，莎莉，这是跑到哪去了？总觉得这地方有些阴森。算了，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再说吧。网友爆料，实力派女神江琳娜隐婚，并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。江琳娜也在被爆料后公开承认自己已经结婚，并强调对方是圈外人，希望大家不要打扰。近日有网友爆出有私生饭骚扰了江琳娜。这扇门好像被锁住了，有钥匙的话应该能打开。哎，这间房间的季节好像变了。莎莉让我装的这个 app， 说是可以看到鬼，打开试试吧。你怎么没把那个木偶扔掉？我扔了。你扔了？扔了怎么还在杂物间？你什么你？你就是故意的吧？说了那个木偶是个妖怪，让你把它扔了，你就是不听。那不就是上个屋主留下来的普通木偶吗？给我把它扔了，现在马上。
曾经的实力派女神江琳娜因为隐婚事件淡出大众时也不到2年，据悉她已于1个月前去世。网友拍到江琳娜的尸体在雪地中似乎被刺穿了胸口，疑似他杀。有网友爆料，江琳娜的已婚丈夫在江琳娜去世后曾被警方带走，最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，碍于乐。我饿了。喂，我说我饿了，马克，我饿了，我要吃饭。马珊珊，马曼曼，我饿了，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想饿死我好给小三腾位子吗？马珊珊，马曼曼，你们两个白眼狼，我倒要看看以后你们后妈怎么收拾你们。手机电量低。手机电量低。手机电量不足，无法使用。手机电量不足，无法使用。
手机电量低。爸爸，你一会儿还要去给妈妈送饭吗？哼，昨天你给她送饭，她还打了你一顿吧？今天又凑上去啊？那也不能让她饿着呀。而且她生病了，我们要体谅一下她。
手机电量低。手机电量不足，无法使用。干嘛把刀子藏得到处都是啊？防止某人谋财害命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乱想？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。什么叫我乱想？你给我吃神经病才会吃的药，撺掇着搬到这个鸟不拉屎还闹鬼的地方，还把我锁在房子里。你这叫不想害我，那什么才叫想害我？医生说你有严重的躁郁症和被害妄想症，你也听见了他。医生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和那个医生是大学室友。新医生是这方面的权威，国内外都很有。现在的三流编剧都看不上你们这套谋财害命的剧本了。马克，我退出演艺圈是因为谁？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以前我红的时候，你巴巴地跟上来做舔狗；现在我不红了，你就恨不得我赶紧死，好给你的新欢腾位子，是吧？我都说了没有什么新欢。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？我要你滚出去，别在老娘面前晃。好吧，我走，你冷静一下。
下雪了。他说，只要跳到雪里，我就自由了。只有他相信我没有，只有他在认真地看着我。雪在自由地飞，我也能自由地飞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打算冷暴力吗？冷暴力也算家暴？你信不信我报警？马克，你说话！马克，手机电量低。实力派女神江琳娜隐婚，并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。
手机电量低。手机电量低。妈妈，他又来了，家里明明没有人，爸爸也很久没有回来了。珊珊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也是，妈妈死了，爸爸也不见了，我觉得我们也会死。手机电量低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们。我们这是死了吧？对，我们死了。珊珊，你刚才看见爸爸了，对吧？对，还有他，你看到了吧？他把爸爸吃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妈妈。他会吃掉我们吗？大概吧。Thank you.
如果下面有积雪的话，从窗子跳下去应该能逃走。放心，没事，可能有些轻微的脑震荡，要去医院看看。